你哋爱边个？爱唔爱地铁？爱钱，要钱。喺世纪雨灾之下，港铁黄大仙站成为重灾区之一，有大量嘅洪水涌入。事后满地泥泞，网上流传一段影片，可以见到多个职员在站内用人演的方式将淤泥运去地面，期间有人苦中作乐拍片打气。在灾后的工作入面，见到团结尽责的一面。地铁公司万岁，努力加油！辛苦晒，辛苦晒，努力加油！